嗨，大家好，我是阿卓。你们没有想到吧？这是版本之前的，刚刚在前面结束过了，因为就是出国度假之前录的。那度假回来之后，我就紧着到周末了，为了保证周日更新，所以呢，哎，你们懂的。那这期视频你们看到的时候，我刚回来。待会儿再说我度假晒得多黑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刚打三郎，你们有没有注意右上角？我快了10秒钟啊！是新套路啊，待会儿再给你解释啊。感觉最近回来之后语速变慢了，那这样快10秒钟左右呢，我们上线更容易抢到经验上的优势。但是由于前面视频有问题啊，大家看到为什么一看有三郎呢？因为前面视频我是属于掉线的状态，那么我进来的时候就到这儿了，出了些问题，我给剪掉了啊。不要着急，这把我们对线是狼人。狼人这个英雄可能有同学没怎么见过，因为这个英雄打上单的第一，他的续航能力很强；第二，他跟你瑞文均续发育，到后面也不太很好杀，他很容易被他耗死。所以刚上线，我刚刚就一个找机会耗他。然后刚刚的小细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就算了吧。这边我才能到了三级，这 EQW 才能出现的打完其实不是很赚。第一个细节是我的一技能并没有挡住狼人技能的伤害，第二个细节就是对方的小兵全部打在我身上啊。我们这边的盲僧已经到了，稍晚会撤一下啊，并没有躲到他的技能。这边狼人在疯狂回血，感觉打得还不错的样子。大家注意，这些狼人这么点血敢浪，他们盲僧肯定还在这里蹲我。那么这个时候两种选择，第一是像我这样啊，找准时机准备上去打他一波，然后马上往后撤。因为狼人前期没有什么控制，也不是很怕，连减速也没有。这时候我们打野要是到位，也就非常完美了。然后并没有，而且我并没有躲掉盲僧的 Q，被直接打了一套红 buff，打得我好痛啊！那我打赌这个瞎子呢，往下走肯定很想让我一波。那我们直接跟着他，在草丛里这一放个眼啊，他刚 Q 过了，所以也不是很害怕啊。这边我的线不行，我们打野呢，好像有意往上路走的样子，但是我们这线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他考虑一下，就不用再不着急抓上路啊，可以往中路考虑考虑之类的。那么前期呢，我是其实是打亏了的，我没有补给了嘛，红药也用完了，但是狼人还是有，你看他红蓝都在手啊，并且他还回血，那么塔下尝试对他消耗呢，挺得不偿失的，我觉得。你看我们这边塔打了以后，他也不怎么耗血啊，我们现在能做就是不急不躁的寻找机会。再给你们说一下刚刚那个我打三郎的新技巧，你们可以带回去自己看。就不跟你们在这里乱扯了。听说我们打录这个论文的时候，已经是论文的 CD 时间，大招 CD 时间变长的时候了。就是，怎么说是几号录的呀？在十几号，11月10几号，就上周录的。上周的素材，大家看我现在是比较怂的啊。第一，因为这个线不是很好，就算我刚上去也赚不到什么。第二，因为这个被动，我要是盲目的把技能交光，上路这么长的线，狼人一定可以凭借被动来追杀我，击杀掉了。就算我有闪现也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有闪现就一定能逃生。我的血量很不健康，但是这是个诱饵，因为这个被动是有好处，他认为有我的视野不害怕，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反方向控制他的心理。我们打野在草丛里已经。蓄势待发，好，准备直接上量啊！那我们现在保持在这个狼人的前方啊，这样他好的拿掉阴线。那刚刚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就是，等他时刻保持在狼人的前方，这样呢他根本就闪现不掉，即使闪现掉呢，也是要肯定死于我们刀下的。但他非常聪明，也没有交闪现，哎。好吧，现在对手一个个都变聪明了，完全没有办法体现我们非常屌的技术啊！刚刚我们是看见 QW 必中的时候跟着控制技能，那最后保证我们在狼人前方，就非常安全。而且我们有减速啊，我们的 Q 技能追杀也是非常保持非常稳健的。好，再来说一下我们出去玩的事情。大家知道我是去海岛嘛，普吉岛对吧？去那边白种人非常多，你看到当地人都没有白种人多的感觉，没有，确实是这样。然后华人呢也有，但是也不是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住的原因吧，住的酒店啊，还有玩的路线都没有跟团，都纯自由行的。当然这就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我订房订酒店订的也是国外的一个网站，在国内发展还不是很厉害。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身边那些白种人都一直在那晒阳光浴啊，从早晒到晚。我特别怕热，我都不能理解这么热的天气，
我在那边我穿短裙都快被热死了，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敢晒啊，这直接就造成我也是，哎，怎么不走啊，我们直接开大啊，那还五级，我有残暴技能，打完之后跟着 AAAA 啊 A 不到之后我们疾风斩扫下，哎，这个残血没有办法，那么我下一次击杀做好准备，现在只能选择回家，那回家就亏线嘛，想吃线就要死，这是非常两难的选择。哎，不过他两个都难进一个洪水江，自己 Q 的回血还是蛮肉的，导致我们刚刚其实都没有把他干掉。当然我没有把他干掉，干掉也，哎，我忽然肚子好疼啊，是晚上凉的吃多了，可能我将来录音的过程中声音就底气不太足，但现在肚子疼疼的哦，所以你看周围人全都在晒太阳吧，你就有一种我也要，我这种小麦色肯定是很好看的，我在当地肯定是美女啊，除了我胖了一点之外，我这样的小麦色肯定是一个白种人非常羡慕的颜色，然后这就导致我特别放任自己，特别任性。那么我在那边一周的时间，我没有涂任何防晒霜啊，回来之后我黑的已经看不清五官了，也不用说我夸张，我也不想夸张的，但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晚上洗完脸之后发现，哦呦，乌漆抹黑的一团在那儿。哎，让我们看一下，放眼全场，中午有人侵入我的野区，我可以忍能忍吗？好，我们直接传送过去，不过没有大招，先直接把机器人干掉，哎呀，轻而易举。啊，那这边人头可能都要留给我了，是吗？是两个双方逃走，没有办法。这边我们的凤凰是，他闪现给他带走我们凤凰，我小赚啊，最起码我算拿到一个辅助人头，外加打出了三个闪现，啊，这个闪现还是蛮值钱的，我觉得闪现比大招值钱，你们觉得呢？也不一定啊。哎，小圆也不太敢上啊，他比较怂，他要跟他小圆敢上，我觉得那就是刚正面的一波，即使他是刺客，但他不知道我们拿手的就是小圆凤凰这样的飘渺不定超屌的英雄啊。说起凤凰我也不想吹，之前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说非常想看我秀凤凰，我就秀了一下，哎我天哪，我凤凰怎么打那么厉害啊，简直酷到不行好吧，两秒钟让对方投，没有一把打得过瘾的，我这边我还没有吹完，人头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来刚刚分析刚刚他当时是没有大没有闪现对吧，我有闪现，那所以他是必死的，而且我闪现都不用交他，因为他不走嘛，我们这个上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瑞文取消大招其他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是用 W 取消大招的抬手动作，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那开启大招增加的攻击距离一定不要浪费，尽量多用普攻进行一个输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边我发现我三个人头，而且总比分是4-4啊，所以这一把我要把自己当成一号位来打，我什么弄点钱回去啊，搞一把大剑直接出点暴力的，因为对线狼人嘛，所以我打算早点出水银系带，以免被控制住啊，非常蛋疼。还有肚子好痛啊，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看了之前去泰国之前看攻略，上面说什么？说女生去那边就不要想着减肥了，因为你肯定会胖的。一开始我还不是很相信啊，直到我最后一天在曼谷住的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卫生间里面居然有秤，你知道吗？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酒店简直丧心病狂，他居然给卫生间放一个秤，那体重计一称，唉，我当时内心是崩溃的，我感觉我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啊，怎么就又胖了呢？所以那现在又黑又胖又丑的状态，我决定这段时间就不直播了，让大家想一下，怀念一下我曾经美好的容颜，让美好的容颜在你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纪念，我就做一个飘忽不定，等我减肥成功吧，真的，这次我一定认真的，一定一定说发誓啊，像不用担心狼人大招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们打野进草丛瞬间就突然不动了，紧接着就死了，证明他进草的一瞬间被狼人大招卡住大住了，那么接下来这一分钟我们都不用狼人大配合，我这边是干嘛，偶遇两个人，我要撤一下，大家技能 C， 大家当然没有大，我不需 Q 大，我直接听过来，瞬间大招踩住。好的，我们现在急攻点一当太阳大，我直接死亡后直接一下用一技能伤害我的 Q， 打不死啊，没有关系，一号当太阳的 Q， 我们选好的最后一下，哎，普攻带走他的
拿下一个双杀。刚刚我说那么快，你们听清楚了吗？你们听不清楚就倒回去重看啊！刚我操作比我说的快，我嘴巴没有那么快，主要是我现在忽然胃疼，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今天一天没有吃饭，晚上又吃的太多。哎呀，我说过晚上不吃饭，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实现啊。基本上，现在5-0了，总体比分是6-6啊，这把我真的就可以打一号位了。就现在水银也出了，不用再怕狼人了。啊，包括水小渊那个大招其实也可以用水银绝掉的。打一号位光杀人是不够的，补刀也很重要。直接我们先往上走去破那个塔，去把塔破掉这种。还有重要就是自己发育好起来之后，无队友创造人头啊，比如适当的时候输出啊，打残血，让队友把人头收养，要不然人头都在你身上。这个，英雄联盟毕竟是一个5v5的团队性拆塔游戏，对吧？拆塔很重要，团队也很重要，5v5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个人英雄主义非常屌啊，可能美国大片看多了，觉得这我什么什么什么内裤外穿，舍我其实，我这边要是把他塔破下去，就是一个字死啊！我就按捺不住啊。但是我先水银解他的大破塔，这 W 中在这里是必死的呢。我要红 buff， 这边电脑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鼠标是没有对着左边的，但是我的 Q 却 Q 向了左边。这一把导致我后面根本没法玩下去了。那死了几次之后，我不得已只有重启了。当然那段给我剪了，那边看不到。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把就是我鼠标往左，它也往右；我往前，它往后。这把我在后来去中路的时候严重发现这一点。我往前想往中路二塔那儿走，结果呢，他一直跟我往后 Q 啊，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边我们一边破上路这个塔，同时作为上单，我们有传送的情况下盯紧小地图啊，传送可以把对手拿到优势嘛。二者我们拿到人头也可以加速我们的发育啊，这样传送过去 ，EQ 要开大，他加了一只，加速我们只有闪现才珠。好，加了闪现之后，人头必须拿，不然亏大了。那女警这个人头，我觉得我拿的问心无愧啊。我故意弄一个很慢的这个 WA， 其实就是想抢掉这个人头。不要告诉别人。有的时候呢，技能这种东西嘛，你掌握好它的节奏之后，不要着急。该是时候耍点小心机，还是要耍一耍的。哇，这个塔盯着我打的，我真的是很烦。干嘛？我们这个凤凰，小渊这个人头不收，简直对不起我。那边盲僧也是个残血，可惜他们男人已经就位了，没有关系啊 ，W 他一下。后面那个机器人赶快走啊！凤凰可能还有被动带不走。哎呦，我天哪！现在感觉这个果然是有被动的，狼人好像把他们的辅助给卖了啊！这狼人好气啊，他还想杀凤凰，我们凤凰其实变成个蛋，是你可以杀掉的吗？我真的是不知好歹，那不好意思，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算了。我的叔叔，所以说嘛，你想击杀类似于凤凰、剑魔、扎克这种英雄之前，最好还是看一下有没有被动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报告老板，上路一号位已经超神，这把我们要好好打。很久没有开瑞诺了，截图这把瑞人之前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很久没有打瑞人了，主要是我之前出了很多期，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卓姐能不能不要出瑞人了，都快看腻了。我这你们都看腻了，我还打算出国服第一女瑞人系列，懂什么叫系列吗？就是瑞人。所以你们这儿这么早腻我，我不是很开心啊。然后就是很久没有打，后来就为了录素材，也没有上分。直播的时候打了几把，导致我瑞文这个特别生疏。你知道瑞文这种英雄啊，就是长时间不打，你真的就会手生很多。然后我打这个什么局啊，我也忘记了，黄金还是白金啊？我打这种低分段，我瑞文居然没有 carry， 还一直在死，我都不敢相信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姓我姓卓，这是来自阿卓的人。所以呢，那这把我们是硬是扳回了一点尊严。这把还有个亮点，就是后期操作太快，伤害太高，导致我们技能上完之后，人干掉之后呢，伤害那个叫什么数据条它显示过来，说听起来就很屌，就是已经快到连系统都无法显示、无法计算的瑞文。怎么样，本期标题取这个怎么样？好，很长哦，太长也不太好。说起来这个盒子发视频的事情，大家知道我 B 站是因为懒的，
而且我坚定的认为我火了之后别人会把我的视频搬到 B 站，这边队友好像顶不住的标牌，我们来了，当了一个大招，天哪，怎么放空了，哎呀，那我只有杀这个机器人了，不好意思啊，好丢脸啊，好像是我刚刚在犹豫到底先大招还是先 KW 踩住，在那犹豫的瞬间还要担心就突进会不会被吓得踢走，人一想多呢就容易出错，那打月门还是要果断的，这个大招还是有什么作用呢，那轻而易举拿两个双杀，刚我们是有水银的，所以不用着急，他大我们直接先不急用水银解除，发现女警大我之后我才不迫不得已才把狼人捡狼人大招把他杀掉呢，其实我没有打算那么早用到我的水银的，哎，女警以我的瞬间被我震了下来，对不起啊，你的交代在这，报告老板，上单瑞文已经完成十一连杀，酷不酷啊，快表扬表扬我吧，让我高兴一下，好好好，打到男人哦，说到我变胖的事情，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是三分钟热度，我只是比较懒而已，好吧，这也是三分钟热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真的要减肥了，不减肥我过年回家，哦天哪，那我长这么这样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啊，我虽然最近很勤劳就一直在买新衣服嘛，为什么买新衣服呢，就是怕别人找我相亲，我总得穿点新衣服去相亲对吧，啊，当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借口，哎，这不是我买新衣服的借口，是没有人介绍对象给我相亲嘛，我决定我还是我妈始终认为我的照片跟我真人，哎，她每次看到我照片看我真人她都是哎，就是就这样叹气，我不明白为什么，可能不是亲妈吧，我觉得还好啊，女生拍照不就是加个滤镜吗，我又没有 P 脸，就对吧，我又没有瘦脸瘦成那个什么蛇腰脸对吧，我又没有放宽心态，说不定以后我妈拿着我的照片跟隔壁什么二大姑三大姨李家李阿姨张大妈聊天的时候说，哇，你家闺女长得真俊呐，要不给他介绍一对象怎么样，那个小伙跟你说啊特别好，是吧，哪天我结婚你们会到现场吗，哇，你们到现场给我拉横幅什么，来点气球啊，来点什么什么放点小烟花什么的，哇，那我们肯定我将来的丈夫肯定会很激动啊，哇，我老婆居然是一个人气偶像网红，哎好了，开玩笑，哎，看到大嘴了啊，改版之后大嘴听说很厉害，我还没有尝试啊。啊，这一些视频发完之后，星期天，啊，我将开始尝试一下 S6 的几个就是改动很大的英雄，我来亲自感受一下。回头直播恢复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关注直播，可以直接就是，哎，这个下路怎么还敢在我们中路杀人啊？那简直不让我当回事啊！那不好意思啊，这边疾风斩直接扫掉机器人了。那女警以为她可以跑掉吗，我们兄弟们千千万都在这里，那就看人头是不是我的了，不好意思，哎，我刚刚真的很想收这个人头，但是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比赛上已经没有办法，不能人头比都要我一个人身上，不能我一个人肥对吧，想了想还是让他，不知道他干嘛，我一直在追那个他的过程当中我很着急，我一直在想，哎呦你到底行不行啊，我好想说，你看我们的水银剪掉，哎，这个他的小冤大招啊，所以我刚刚说到哪里了，想想我们现在越塔不管怎么样，哎，算了这些人伤啊，这边追上来了，追上来我也是，我没有风女给我个盾也杀不死我的啊，我说回头再试一下直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解说安卓左三角有，那右下角在小地图和这个装备栏的中间是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关注一下微信的二维码，然后经常收到我的语音信息照片或者视频信息啊，或者直播的通知啊，都会想关注我的一手信息啊，微信上都会更新，想关注我的即时信息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想跟结识更多的朋友一起开黑啊之类的，或者偶尔让我帮你免费上分，不是，我不要让我帮你免费上分，我上分都是看缘分的啊，经常会在群里说，哎，谁谁谁来个号急需的什么呢，我带我表妹打的时候都会要一下啊，那时候看你可以进群之后设置我为特别关注，那么我找人上就是找号上免费上课的时候你们都会收到通知的，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上分而加粉丝群的朋友还是不要加了啊，这种人我一般都不会帮他上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高冷，哼，我可是站在冰箱上说话的人。好土啊。啊，这边传送下来之后，我开大突然之后，感觉我的鼠标已经有点问题，大家可以慢镜头看一下，我点的位置是对的，但是这个瑞文根本不受我的控制。好，我们这边是直接剪掉那一段了啊，我刚刚是明明回头了去往前 Q， 然后非常蛋疼，迫不得已进行了一波重启和更换鼠标，直接剪了那一段。那么这段我们看我们这句话好啊，就已经这方就我支配的恐惧了，他还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不好意思呢，这个人头是秒收掉的啊。刚刚那一段就是你们没有看出来，我就把他秒干掉，然后能量条是稍后延迟显示，大家可以倒回去重新看一下。还是小鱼儿还在这里浪，那我先只假装不收你，有什么办法呢？这边我们居然被踢走了，那不好意思，这种时候我他一直在这里浪，意义在哪呢？那人头我都是要收到，一个都不会放过啊。好，让给一下我们 ADC 吧，以免这个一个人飞也不是很好，对吧？好，那边盲僧也被我们的魏啊、凤凰啊、风女一起干掉了，哎，这一波还是蛮赚的，直接可以打一波大龙了。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直播，感觉我回来之后度假回来是不是就立刻直播？这个事情嘛，首先因为胖，再因为懒，最近呢，还有就是我离开我国中国一在七八天的时间内，我非常想念我国的国粹。大家知道吧？啊，你们知道国粹这种东西是时候该发扬光大的。去年那个什么全球大学生麻将大赛，哇，你们知道最后第一名冠军是谁吗？冠军是个法国人，法国队还是法国人外界，反正是来自法国的。我说中华五千年啊，我们历史这么悠久，国粹这么精华，居然可以让一个法国人打得比我们厉害，确胜啊！这种名头怎么可以在别人身上呢？所以我打算好吧。还有我之前去旅游，很多人跟我说卓姐是不是度蜜月，谁去度蜜月啊？度蜜月还每天给你们做视频啊，度蜜月还每天给你们直播啊，我不就是约会啊，我在你们这群小朋友面前浪费时间啊。你说我这么优秀，我长得这么旺夫，这么有福相，这么受长辈喜欢的长相，然后人又这么天真可爱善良纯真，为什么没有男生心仪我呢？为什么没有男生发现我的真善美呢？他们难道就看外貌吗？外貌也可以啊，我还蛮受长辈喜欢的长相的呀。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都是有眼无珠吧。哎呀，后期我们让了好多人头啊，我都已经五个助攻了，我觉得这五个助攻都应该是我的人头，这样我就十八个人头了。没错，是就是这样的喵。那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波鱼没有力气的还敢浪啊，直接开大一套带走。但是我想解鱼大招，不想还是被鱼吃了起来，发现没有水银了，被拉上大的塔下啊。但是没有关系，正面战场他们其实已经崩溃了呢。那么英雄终将落幕嘛，这盘后面已经没有我什么事情了。我带领大家啊打几波团战之后呢，我们大嘴其实也先来起来，因为大嘴人头拿了也不少，魏和凤凰的后期能力也强过对面的下路小鱼。那既然没有我们的事情，我们就该说说别的吧。首先是直播的事情，很多朋友很关心。其实我直播的时候只有一千来个人看，从我们直播第一天到直播第十天，都是这八九百、一千到一千二啊，反正就是几百、一千上下的人看啊。始终我这兵线看得我好开心啊，好想赶紧过去收掉这波兵线啊，饥渴难耐啊！我看到这种大波兵线，我就非常开心。然后说到哪里了？还不是关键，我传送下来把这波 B 线收掉。哎，现在传送传塔跟传小兵冷却时间是一样的啦。之前不是传塔冷却时间会变长吗？怎么都是四分钟啦？还是我记错了？不会吧？我感觉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说哪里了？哦，说到直播的事情，很多朋友反映苹果手机啊，在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iPhone 已经可以看熊猫直播了。很多朋友之前说我是苹果手机 iOS 系统没有熊猫 APP 啊，其实这不读 APP 读 APP， 但没有关系，现在呢熊猫苹果手机已经看掉了。之前很多朋友呢就是把自己老掉牙不用的安卓手机，还有很多人用安卓的一些学生党就说，哇好开心啊，我的安卓手机终于可以秒杀苹果了耶。真的吗？
啊，那我其实我还想用苹果六什么六 S 呢，只是没有钱买而已啊。哎，就是我男装店的掌柜，他用的都是六 S，还是六六 S 吧？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像我这种还用着五 S 的人，就是没钱，人穷。哎，感觉最近好穷啊，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准备明年去土耳其或者去挪威旅游一趟呢。你们觉得像我给你们三个国家选择，首先是日本。日本去女生去日本的话呢，哎呀，这最后一波人头不带掉一个，我，哎呀，我前期给我们的大嘴让人头之后，大嘴人头一直在不断的拿掉，我感觉应该是我来才对，其实我是让给他们的，但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嘛。好，我还直接把我弄走了，这波人头是跟我没有关系吗？不可能，我必须留住一个，我还有 W 没有用呢。哎，怎么人头又是大嘴呢？我都不能忍了。你以为你叫三文鱼是我爱吃三文鱼可以这样吗？啊，这波漂亮，还有一个啊，nice，最后我拿了一个双杀，给本场挽回了一点尊严。我根本不着急拆塔，有什么关系呢？对面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杀一个哦，虐拳就是这么爽。好了好了，本场比赛到这就结束了。感觉这一期视频我的状态没有很恢复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今天胃疼吧。啊，胃疼主要是打麻将忘记吃饭了。好了，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收及时收到我们的每天的语音信息、照片、什么视频信息都可以收到，还有男装店、大连店的优惠也会定期在微信上更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微博会第一时转发微博就可以收到，就可以领取点券了，所以也非常棒的。然后粉丝群随便你们加不加吧。好了，那本场比赛到这就结束了，下期我们再见，祝你们生活愉快，拜拜。